立委许志杰高雄服务处接获恐吓电话，六小时后警方逮到人，身穿橘色上衣的53岁男子，17号晚间8点多，台北市信义区遭逮捕。以科技侦查方式锁定同性犯嫌，涉嫌重大，专案小组随即持拘票北上，一致啊谴责暴力啊。这个真的是不好的行为。男子电话恐吓要许志杰不要嚣张，否则小心出现爆裂物。事情的起因可能就是在广播节目上，许志杰分析9名蓝委罢免名单，其中被点名的蓝委们纷纷跳出来反呛。许志杰就很像一个才能平庸的靠霸族，有先天的优势。高雄的立委说要罢免板桥的不同党的立委，这简直是荒谬至极。罢免的目的是为了要取得你的执政过半吗？所以你动机不是很好笑吗？恶意要拿这个罢免来掐着我们的喉咙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会害怕。蓝委们反应激烈，也有人在广播节目上表示不怕罢免。被点名的蓝委群起反攻，对此许志杰再度回应：谢元之说的没种没脑靠霸，原来是在讲国民党自己人吗？靠妈祖是不是在讽刺廖伟翔呢？没种是在指罗天伟没种当总预算吗？这三人俨然是国民党新生代三宝。蓝绿委员之间再起一波新战火，许志杰分析蓝营罢免名单遭恐吓，嫌犯当天就被逮，犯案动机是否为政治因素还要再查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